还杀杀两个了，再杀西川，快来看看庄家俊宇的牌，熊熊来，一瓶一奶，庄家出菜，北风，好，九饼到，五柳根七饼，东风。东风，好吃，起泡泡，发财，好，哎呦，九万，都有，白皮，都有，调酒，跟，调，饼大。九条，啊杠杠，安安不分，没事没事，发财，通过了。这我们有一个参赛者，对，然后他是杠杠不分，安安不分，对，大兵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安跟安不会不会，有人会答不出来，哎呀呀呀呀，红中好了。小白脸，小白脸，吃我鸡！哎，不要的，哇！好大的胆子，好，这么快，听五个洞，厉害啦！这个牌好强哦，真漂亮，真的耶！你看看，这个叫大螺丝，有没有？然后这叫吊匠，看看，对，哇，哇！漂亮，这个牌，而且是门清啊，输的心甘情愿，对对对，放的心服口服，放的心服口服。我这三笔要放啊，不打，你看看。所以是谁胡了？当然是他，我是说谁放炮啊？谁放的？我放的，我放的。我说胡不胡的？我九饼是没有了啦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牌也不多哎，你看如果都不打的话，对不对？只有五八饼的机会比较大。嗯，好了，门清庄家两台。哇，今天俊宇手气不错，胡得挺快的，很快，就拼那么漂亮。好，熊熊庄家，八点，八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熊熊，好多废牌哦。一瓶，一奶，俊宇，出菜，最烂的那一种。北风，你不要指望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都要哭了，飞。麻将有时候不是靠别人，啥上牌都怕。九条，难，难，七，北风，七，七。中，西，看看我们的麻辣，清水变鸡汤。大饼，九饼，发财，中。白皮，白皮，白皮，发财，哇，吃一个小鸡，好。三条，
吃，被发现人。对，八万，好，五条，要吗？他要，他要吃，哦，你不要不要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啊，没事，等你，考虑要付钱啊，考虑要付钱，节目新规定，就在刚刚上一秒，他不要。五花，五万，再补，四筒，二万，三 flower， 吃，我靠，六票，吃，双眼皮，一万，你的炮，哎呦，五万，九万，九万，好，等一下啊，我排你一下，好，再听。抓牌一饼，哎，哥自己摸。哎，二嫂，啊，五六，这么快？为什么？二五八，二五八条，那么漂亮，打眼，一壶，我放的，我放的，你放的，你庄家哈，像你庄家，来。熟，来庄家一停。哦。一奶。俊宇。啥？熊熊。来。来出菜。好，西方。刚刚谁坐这里？一条。一条。男。碰。青蛙。来，请发。嗯，一张摸三张，来皮，好，八手，七条，吃，八万，感谢您，不客气，八条。七，感恩的心哦，来，再给你一个七条吧，还要吃吗？饱了 ，OK， 一万，感谢您，来，吃我的肥鸡，要吃吗？他不想要，一万。碰！这是怎么碰？抓牌，五条，五条，吃，八条掉五，那么厉害！救命！太小，那么厉害！各吃一张，来吃四饼。好，哇，哎呦，七万，碰！啊，又糊了！我连放三炮，有事吗？这么早哎？找什么？我也听了。找什么？我都没有听。我找了。我的勒勒，南风白皮又两盘。这一把牌很重要的，视死如归。我帮你算的，就是1400。哦。7200的5800，你5800，7200，所以差1400分。你只要一台就够了。哦。好，一台胡
糊它就是来回1600，那糊我们两三台，三台糊你们。好，我放你三台，像我庄家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知道两台我就放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偷偷告诉我，踢脚，踢脚，踢脚。好了，我庄家啊，摩斯密码拿起来。8点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乃摸，林俊宇摸，熊熊来。一婷加油！庄家出菜，9万。哦，他现在牌很细。对啊，超快的。来，刚才骗我，你要吃一张8条拼牌了，还在骗。没有，难怪台湾诈骗集团那么多。来，男的，喂。2万，拼不过他。动，动，小鸡，救命，发财。哎，2条。5条，大饼，白皮，碰，没有，九饼，不是也叫吗？还没，九饼。7饼，9饼，啊，9饼不要7饼，哎，东方，大饼，你怎么会这样子来？来，谁碰？西风，4条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那么准？8条。发财，你不要的。西风有一台，干嘛打西风？7条。西风。哭哭。阿炳，来碰，来碰吗？好。想不想？不用想。啊？你就视死如归。怎么样？最快听。不能怕放炮，哎，也没有。我要想听。怕的权利。饼的白。3条。哎，要不然我听牌。8万。小鸟。5条。7条。北风，你不要的。4万。碰。好生气啊！5万。碰。你会演，我不会演啊。4条。碰。小猪。嗯，怎么？真的？小猪啊！哎，我听很好，我听了5、8音。你真的很夸张。这个命，我要猜红中的话，搞不好你糊了。
哎，真的耶。我猜西风，你看这个牌。猜错了。不是不是，这现在谁知道？真的。我不是猜一卡，我是打完又摸了，那我就打了。我猜红中就好。他牌好顺哦。顺，顺，没有没有进牌，都没有进牌。啊，白皮自摸。又是一个两台的三台，恭喜！恭喜！真的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三，东风、南风、西风，来哦！你搞，你搞。